好可爱的油桶哦，然后又有很多扭蛋。穿线，有时间来去看看。我要先去买一家おにぎり，然后再去新野 check in。觉得如果来日本玩，住这个车站还不错哎，好漂亮哦！傻眼，新野就在这里，都没有发现。我想说 OMO 咖啡好熟悉哦，等一下来 check in。再度傻眼，我要买的おにぎり居然在排队哎，排得非常的长，怎么办？我决定去买便利商店的おにぎり来吃。期待哦，要来去 check in 了，超漂亮的，好好玩哦。早餐啊，啊，好期待房间哦。啊，超可爱的。门口旁边的这个灯，要在这里脱鞋，这里面不知道是什么。是浴室吗？啊，居然是坐着，而且是木质的耶！哦，好喜欢它墙壁的颜色跟这种木头的设计哦。哇，房间的景色好像还不赖耶！踩到吓一跳，是榻榻米。你看楼梯的下面还有这种柜子可以收纳，太可爱了！这个房间好喜欢哦。这个房间看出去看得到电车哎，我在找他有没有睡衣。嗯，好像没有睡衣耶。这边有设计可以让你挂衣服的地方哎，啊，浴巾超可爱的，就只有吹风机跟手电筒。然后这里是牙刷，有基本的沐浴乳、洗发乳。是可以拉下来耶，好妙哦！
为什么拉不回去？要拉到最底，然后用力的拉一下，它才会往上。来看看这个楼梯，上去之后，哇，觉得这里睡觉一定很舒服。房间穿的衣服要投200块就可以自己拿。原来棉花棒跟梳子是在这里。我刚刚应该来这边剪片的，这边比较舒服。好好玩哦，有冷冻的鸡汉奇耶。啊，好多吃的店哦，肚子饿了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 My Basket。间的该有的都有，它虽然小小间，可是很深呢，卖的东西都很丰富，就感觉好好玩哦，摆设很像是便利商店，比便利商店东西还要多。我第一次看到这个商品呢，它的冷冻食品也是超大一排的，看豆乳也这么多口味，一般便利商店就不会有。日本玩的时候，应该住的附近会比较少有大的超市，所以我可以来找这一间。它还有卖北海道的冰咖，冰也是。
都是吃的店，很喜欢看商店街那种街灯，好特别哦。Komeda居然开在二楼，哦，原来从 JR 车站一直走过来就是商店街了。看到 Komeda 右转，哇，难得看到日本会有这样子的地方。吃的店到了，放一堆下酒的菜。